来，您跟大家讲一下。我是这个就是这面这个说的俗语一点，就是屁股痛嘛啊。是是是。已经就是一年多了嘛。你屁股是在哪里痛？这里。这里，这确定就是屁股痛啊。然后它长时间的痛。你这样多久了？一年多了嘛。一年多啊，好。你是这一边痛是吧？是。好，那您手好。这里疼吗？这里疼不疼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所以你痛，真正痛点在这里。哦。哦。啊，第一点也是在疼，对不对？这一点也在疼，对不对？但是好像没有下面这一点强烈啊，是啊。啊。啊。好，我看对策，帮你再找找看。这个疼吗？这个不会啊，哈，一般差不多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我帮你输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是很有效果的，是吧？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